因为是每天使用，所以希望追求更好的。田中金属集团所研发出来的沐浴美容器，奈米气泡莲蓬的 Barina 系列，透过每天的淋浴保养肌肤和头皮，无论任何莲蓬头，任何人都能轻松更换，只需将旧的莲蓬头拆下，换上 Barina 莲蓬头即可。即使是螺丝大小不能吻合的情况下，也有附赠的转接头可以简单的更换。肌肤与秀发所需要的精净水过滤后的纯净清洁的水，过滤减少自来水中的含氯成分的净水机能，汗质净净一万分之一毫米的纳米气泡洗净力，纳米气泡莲蓬头 Barina 系列双重效能外，新增强化效能的 Barina Pre 的登场。自来水所含消毒的氯，实际上对肌肤与秀发造成负担的原因之一。 Barina Pre 的所装载的净水滤芯，可将水中的氯过滤，减少来自自来水变成对肌肤有益的净水。净化能力约4000公升，每分钟8公升的水可节省约2个月。清除滤过的水透过纳米气泡产生装置，产生直径约1/1000毫米的纳米气泡，变身对肌肤有益的净水。这些极小的气泡将毛孔内的皮脂、脏污及老旧角质浮出体表面，达到彻底洗净的效果。由此看来，过滤后的净水加上极微小的气泡，惊人的洗净力作用值得期待哦。借由纳米气泡的冲洗，肌肤含水量可提升约8%。淋浴完不久，肌肤表面的温度相差6倍。除此之外，在浴缸内注入8分满水后，再将莲蓬头放入浴缸，继续注入热水，淋浴后肌肤表面的温度可达高到27%。一般家庭也可轻松享用纳米气泡温水浴，相较于一般热水澡，淋浴后的身体更不容易受凉。新增省水效能，在纳米气泡作用的过程中可省下50%的水量，一年可省下约日币20000元的水费，当然还能省下电费与瓦斯费。此外，装载的滤芯更换提醒装置使更换日期一目了然。 Barina 系列皆为日本国产，诞生于水栓阀门的发祥地岐阜，出自于 Made in Japan 的技术，让肌肤与秀发更闪耀美丽。透过具备双效功能的 Barina Pre， 更净透更美丽。有关 Barina 系列咨询，请洽田中金属集团 Water Connector。